猫，你们这边有养牛吗？我说你们这边有养牛吗？这一只牛到处乱跑啊！想说有没有知道附近有没有人养牛？连锁屯牛于3月10日4时接获热心民众报案，表示有水牛在阳湖路上乱窜。同仁到达现场后，以牵引的方式将牛带返所安置，并透过线下社区挨家挨户询问及线上社团无远佛界讨论，成功得找到事主到本所将爱牛领回。